像什么？啊，这段不像副歌，这段像是一个 pre-chorus， 好像在副歌前面。对，而且他一直好像在问一些问题，说：“哦，你扶持我，你应允我的呼求吗？有谁能够像你？”哦，你看他的歌词，那因为说你要标明他的话，你就不要标什么乱七八糟，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用手势来那个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最聪明的方法还是把它放在 V 里面，你就把它算是 V， 就算是 verse， 然后你就从呼求。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高潮，对不对？你就 make it simple， 这段就是一个 chorus。verse 跟 chorus， 那中间那一段刚刚讲的那一段，你把它变成在 verse 里面，可能你唱到时候唱了第二次的时候，你想要光只唱那边呢，怎么办？就是说你刚刚整段唱完了，然后你现在想回到不灰心，不伤胆，依靠主为我所缺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不能又是 V， 因为又前面从头来一遍，所以这种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地方可能就是。V2 或者是 V2 跟旋律不一样就不用，那就应该是 Bridge 了，就是 Bridge 或是 Pre-Chorus， 那你就把它改成 Bridge， 就这一段就是 Bridge， 这样你就可以一这样人家就知道说要回去这里，要回去 Bridge 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你作为一个敬拜主理者可以做的，就是你在如果回去的话一般就唱第二段，一二嘛，对吧？你但是你的手势怎么配合？一对，那你就干脆写个 B， 就不灰心。发给我们教会司琴手了，因为我常常临时生僻，然后就会很手忙脚乱。生僻，对吧？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手势。对。但我带的时候经常会临时生僻，然后他就要不知道立刻改，然后我就刚发给他了，我就很有用。对。那个，你现在我就觉得就是你 pre-chorus 和 bridge 的话，相当于有一点点区别，所以你这个第一段就 1D 那个就作为一个 pre-chorus， 然后，第二段那个二 D 的那个地方就是作为 bridge， 哪里是二 D 啊？我听不懂哎。这个是重复回去，第二季就进去了。那样的。这个是重复记，反复记号。这个是重复的。那你重复，但是我这里就唱两次，我刚刚只唱一次，那这个 pre-chorus 和 bridge 唱两次呢，都是 V， 都是 verse， 都是 verse。对，所以你这个整首歌变成什么 V、哦、就是我们叫做 song map， 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吗？上礼拜跟大家讲过的 song map，song map， 它大家知道 song map 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这首歌的地图，就这首歌要怎么唱，要唱几遍啊、哦、song map。所以通常这首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大字报里面，我们会这样写。这首歌应该是 V。然后 bridge 两次 V 不用写了吧，他已经这本来就反复了，还是写好，你要写也可以。 有的时候我们那个 professional 的那些人，你写两次人家还搞不清楚，上次因为他说上面已经是写两次了、哦、然后 bridge 对不对？然后呢 chorus 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算是一遍对不对？然后间奏以后，然后呢，唱一遍，是这样吗？啊，然后再回到 V B C，
然后才结束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你作为敬拜主领者，这个就是你要做的事情。你要决定这首歌要怎么唱，你把这个写好，写在这个谱子上面，或者你另外做个大字报，写一个这个，然后你发给你的敬拜团，一个礼拜前就发给他们，叫他们所有的人按着这个。对，就是 song map， 就是流程。对对对，它的英文叫做 song map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流程嘛。对不起，最后那个 mark 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tag， tag tag， 就最后一句。它有的时候 tag， 对，是，然后再加 tag。对，有的时候 tag， 我还有很多的，像这里的那个人也帮我标好。啊，对，他超棒，他给我。有的时候，他是 lead 的，双他是 leader， 然后他给我们把谱都已经标好。有的时候我就 tag， 我还写个两次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对，所以这首歌的 tag 应该怎么讲？就是大声听的，一声靠声，靠声，一声靠声。对啊，你躺在那里。对，一声靠声。我看看。要在哪里？我刚刚 set 那个就在大声宣告，你也可以前面一点啊，你可以前面一点的。我要抬起我的头，大声哈利路亚，把心宣告，一生靠主的神。哦，六级的话好像不能，就只能这样，大声宣告，一生靠主的神。还是我的头的话就还是要一级，就一级，还是得一级，这是两种 tag， 两层次的 tag。对，你不要嘛，那你就告诉他你不要两层次，就那种。那里面就说你 verse 可以 play verse one verse two verse three。有。所以你 repeat 的时候可以说 repeat， 然后 two， 这样人家会不会知道是 verse two？ 你不用 repeat， 嘴巴不用讲 repeat。对，我知道。对，我刚才说这样就好了嘛。这样，你还是要先这样再这样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还要先这样再这样？这个就是副歌嘛，哈啊！你要这样，你就这个嘛。就现在。那有这样的？这就 verse one， 对啊，从头。嗯，对。哦，那就最后一段呢？不管那是几段，要想再唱过去，就最后一句，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结尾的时候。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，那你就要 set 好，你 set 好那一段是哪一段？也是用这个做手势，但是你事先告诉他们这个是代表从哪边开始，对，就不能 assume， 不能直接 assume 就是最后一句，因为你有你的想法，对，是不是这样比较清楚？用手势就是几个大概，每手势可能不一样，之前一定要沟通好，对，对，要搞大知道沟通好，因为尤其你的团队很大的时候会很乱，这个可以啊，对，也可以这样。还是我朝那个第二九十六页的第一个和声，第一个和弦是几个什么音乐？第一就扶持我那个。EM7。EM 就是 E minor seven。嗯。E minor seven 怎么写？怎么做？怎么弹？三五七吧，一半是二三五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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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谁有问题？刚好还有人有问题吗？哎呀，大师兄一直叫木棒，你们要没问题，他就要木棒，要赶鸭子啊。要赶速度伴奏啊，有些人要。是不是啊？好不好？好。先看，先看第九层，看速度伴奏。好。十度伴奏。所以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，想到要赶快问，是吧？赶快问。没有参加上个礼拜的敬拜赞美讲座的，是不是有 video？他们可以看，有 video， 对对对，你们可以看，对。我们这个群就算这个课结束，一直还在的哈，因为那些东西都在上面。我不知道哎。这个群如果就是课结束以后，那个群不会没掉。都会啊，我们自己不有的时候会过期的。video 会过期的。对，像我一切常常，我有时候会有点自动。嗯。最好 save 起来。你再是 favorite 就可以了，不会过期。就如果有 save 就不会过期，但是如果你没有 save 它，没有下载它，好像有些会过期的。没有下载，你 add 到 favorite 绝对能找到的。那就怎么上去找？正经吧。就是对，还有文件传单你也都不自己，你要找哪个歌你也。请你考虑购买好和险的两个家庭号大包装，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险，顺便把好和险的1到40季一次带回家哦。说到钢琴的分解和弦伴奏模式，你第一个一定要认识的是早在18世纪初就开始流行的阿贝尔提低音，也就是哆嗦咪嗦哆嗦咪嗦这样子的伴奏模式。好和弦之前已经有做过那个的影片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，我建议你先去看那一部再回来。而第二个你一定要认识而且要会用的分解和弦伴奏模式，就是我。楼上可以楼上。Thank you.